下来，伟伟，我问你啊，妈妈去哪里？我对上学啊，没有，妈妈去上班。你说，你说，妈妈，妈妈上班，对，妈妈上班，妈妈上班要做什么？赚钱。对，要赚钱钱，是不是？钱。赚钱钱给谁？公车。要给你坐公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不可以哭。妈妈去上班赚钱钱，带伟伟坐公车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说拜拜。对。拜拜。对。哎，我们讲好不哭啊，笑一个，好，说拜拜，拜拜。